其相识意中人，内心觉荣幸。只要晚拍拖心亲热，相亲相爱共信任。提及爱念讲婚姻，第一次成恨。他说道聘金十多万，迫于舍弃房里盟。终其相识意中人，又感觉荣幸。中意佢自书识物，煮餐洗烫尽声吟。提及爱念讲婚姻，便知再成恨。他说道永不料理家务，迫于舍弃房里盟。三回相识意中人，仲差过前任。佢鬼马够正又蛊惑，一心揾我做晒笨。提及爱念讲婚姻，第三次成恨。他说道阿妈未准嫁字，迫于舍弃房里盟。侥幸相识意中人，大家性情近。品性了解又悭俭，心心相印互信任。诚实爱念讲婚姻，或者有缘分。先努力去运多啲金，一于相定房里盟。